了这样子一套啊，上衣加半裙，只是80厘级。面料是属于这个 cotton 面料 ，OK？ 看颜色先啊，这个两个深色，一个浅色 ，charcoal gray， 黑色加我身上的是 champagne color，OK？、Okay? 三个色 ，free size 下单，打客人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先看上衣的款式先啊。上衣就是左右两侧它有这样子桌折的款式，然后它这边袖子就属于一个 cap sleeve 的款式，你这样子看是没有袖啊，可是穿上身的效果它是微微遮在这一边这个 part， OK， 它是属于那种袖袖的那个款式。然后半裙呢，整件裙头啊是这样子 rubber elastic 的，左右两侧有口袋，裙子的 part 就属于一个 flare 的，属于一个 flare 的裙子、啊、小 flare 小 flare。所以说这件只要检查上衣的上围穿搭，然后腰围没有问题，对了，它身体去到很大哈。对呀、啊，来来你们看，可以去到很大的距离的。为什么说到 L 穿主播穿不会松呢？因为它拉这它前透啊，它都可以拉伸哈。所以说主播穿身上不会有松的问题。如果你带着主播三个色，你的内衬美记得不要穿裸色，穿裸色，对，穿裸色哈。裙子是有口袋啊，左右两侧有口袋。就三个色里面最显瘦的颜色，显最显白的颜色、啊、就是主播身上这个香槟色 ，OK 显。哎，长度的是属于长裙的。长裙啊，我的身高是160啊，穿起来就是长裙的长度。然后这个套装也是属于一个全新的款式，之前没有过哈。然后说上衣穿在我身上啊，没有拉伸是有这么多的空间，所以为什么说可以到100啊，上围是可以到100。对了，上围穿到腰 ，OK， 上衣的腰没有问题，然后裙子的腰也是没问题，我拉伸有这么多的空间。臀部一样哈 ，OK， 有这么多的空间，所以说这一整套啊，记得上衣上围穿搭，上衣的腰、裙子的腰、臀部没有问题哈。下单打克卡勒啊，不要打 size 啊，这个克卡勒就好了，它是 free size 来的哈。显瘦有两个色给你选，黑或者是 gray， 可能这两个色就是说买到黑可以带走 gray， 买不到 gray 可以带走黑了。然后做显白肯定是主动是这样的色。来，我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啊，上衣的长度啊，基本上就是你不答应看一样看到那个款式的，因为它旁边这边是这样子有桌折的，所以整体它穿起来上衣是有微微的修腰那个版型，没有答应一样是可以。你买了，你这一件上衣可以衬其他上班的西装裤啊、半裙都是搭的。哎，那香槟色留了。有口袋，口袋是方身的，属于一个长裙的版本啊。裙子是属于一个长的，上衣不用怕说，哎，袖子遮不到，是会啊，它就是属于一个粗袖的。对，上围就是 more to wear， 怎么说呢？是蝴蝶袖的裁剪。OK， 我身上这个是 champagne color， 我去换成 gold gray 给你们看。说三个色给你选哈、啊，这个款式很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灰色跟 gray 二选一。然后说香槟色，我觉得一定要带走。我们基本上最近的套装香槟色都是不够卖哈。你的是黑色留了。这个也是阿姨追着来的。啊？阿姨呢？追着来。因为我问他有没有套装啊，我要那样子，然后哎，让他给你这个了。我就要那个。搞笑吧，这里搞土盖了，没有套装的。很棒。你帮那个可以 pre-order 吗？嗯，我是觉得是可以的。问一下吗？会发，会发。一下子啊，我把衣服晒好一点点先啊。然后是 Penny 一样啊，你的是黑色流了。所以说看这个记得不要 inbox 下单哈、啊，回来这里下单哈、啊。真的，你们 inbox 下单，我们上个星期很多顾客 inbox 下单，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，星期二。星期二，对，很多人 inbox 下单排不到他，排到他抢完了哈。OK， 来主播上这个是 gray color， 给你们看一下区别哈、啊。显瘦颜色可以选择这两个。对了，显瘦的来比较轻盈的颜色，你可以考虑带走。我身上这根 charcoal gray OK， 三个色面料是很舒服。
soft 很柔的那个 cotton 面料，这个 cotton 面料呢，我们是有用过的。Okay? 它是有弹力，可是它不是说很大那种啊，它不算是微弹，是属于大啊，它有弹力，可是不像那种针织一拉可以多一个半个主播，不能啊，这个多一个主播这样子就不行，它是属于有弹力的面料哈。裙子整件裙头是 rubber elastic 的 ，OK， 上衣呢你自己把它分开穿是没有问题，一套只是八十零几，就是四十零几，哎。那你找对呀、啊，是分开就是上衣四十，然后裙子是这样的，裙子如果分开的话，裙子会去到69或者是七十多，上衣起码这种是59，最少最少59吧，59对，四十九这样子的价钱。就说现在啊，现在这样子一套八十零几呀、啊，很值得哈。OK， 想要显瘦的来比较轻盈的，带着我身上这个加钩龟来，再来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戴。如果这件上衣你把它配牛仔裤，我就建议你不要搭，直接这样子就好了。OK。来，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先。颜色方面不多啊，就是那三个色而已啊。OK， 这个款式只有三个色。显瘦的颜色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 ，OK？ 啊，扣是 CXK 08，价钱只是80而已啊，价钱只是八十。只要你的黑色赢了。一套啊，八十零几是上衣加半裙啊 ，OK？ 不是半裙啊，一套啊，八十零几 ，OK？ 三个色，这些就是说啊，夏天会有，之后就多几个月可能它就没有了，很快啊，就是这一两个月会看到的款式哈，一套。裙子是属于一个长裙的了，full length的长裙了啊，才八十零几 ，CSK 08 ，OK， 三个色，来看穿完所有的颜色，唯两个深色，一个浅色 ，OK。然后这里的香槟色留了，记得穿香槟色的时候啊，内在美不要穿大红大紫啊，穿裸色系肯定就没有问题啊，可以避免尴尬的状况。三个色，两个深的，然后一个浅的是香槟 ，OK， 香槟色。另外一个显瘦的颜色，这个 charcoal gray，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黑色 CSK 08 free size，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我那些买不到黑的，可以考虑 charcoal gray， 如果 charcoal gray 没了，买不到深色，可以考虑带走黑色，这样子来取舍。OK， 可能说喜欢这个款式的话，香槟色比较少见啦，因为这几期啊，香槟色都要先卖完了。对，是卖完了香槟色哈。香槟 charcoal gray 还有黑 ，OK free size，OK、okay, free size。这一期套装的话，长版算是对，对的。裙子的话，我们看也出一个是裤子短版的，然后这个是属于长裙的 ，OK。要找长裙套装，这是这一期的唯一的一个款式。OK， 这一场的套装已经播完了，没有了，因为套装只有两个款 ，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接。